1.3 新代理人档案公开，粉毛眼镜迷你裤副科长岳成柳，你记住，定位是电系异常，阵营是对空六课，配音是菊花花。对空洞特别行动部第六课正在执行紧急镇压任务。什么含金量？不用多说，米家游戏菊花花配的基本都是版本大 C。如果你还缺一位输出的话，那可要攒好票了。头发越粉，砍人越狠。作为异常倍率最高的电属性。岳成柳不管是纯感电还是走异常紊乱的路线，应该都是未来可期。目前绝区零连续三个版本在推异常，1.1减1.2伯尼斯，1.3岳成柳，并且前两个的额外能力都是可以和异常角色组队触发。看得出来策划是挺喜欢研究异常的，个人觉得减触发异常的效率超快超稳定，如果配合限定感电大 C 打异常紊乱，应该也是前途无量。当然减自己主 C 输出也爆炸，并不是一定要玩紊乱。玩了这么久的绝区零，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前四个限定都是配自己阵营角色玩的，所以抽岳成柳也是很有可能跟幽真或者新念牙组队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位粉头发大姐姐的话，建议攒好两个人的票，